人的比赛，红叶双方代表的是台湾人的平等精神来了。这棒打出去是一个全垒打。还落后两分的地主队，两出局后攻占满垒。接下来轮到第四棒上场打击，只要一支安打就有可能追平比数，甚至逆转战局。站稳了，球投出，是快速球，打击出去，球飞得越高越远，出界了，出界了，地主队赢了，地主队赢了。